议员老长，老长，先甲你恭喜。贵党呢，会当搁再度重新执政，我想呢，这是台湾人民的选择。所以啊，我个人呢，伫遮先甲你恭喜。那较遗憾的呢，就是讲原本啊，你是民进党的威力的天王啊，吼！除了蔡主席以外，单脚加力。最近看你安尼，抢在你镜头面头前，愁眉不展，心情无介好。这安尼都毋是阮台南人的福气。当然，我有听人讲是你因为即马安尼排班落来呢，伫民进党啊，也有行政院长，也有部会吼首长，也有立法院长。然后呢，其他呢，直辖市的市长表现也拢比你较好。当然，你也真不服啊！哦，你讲人个天下民调，我嘛搁第一名，哦，这嘛甲你恭喜啦！天下的民调你是第一名，但是未来事件交易所的民调六都你是第五名。这两个民调我安怎看？因为第一，天下这个民调，关键者你是有开钱要广告，所以咱是无必要讨论啦。长期来，你也清楚，我也清楚，杂志社也写批给我，写批讲的是讲，吃议员，你讲这个买广告呢，是一个事实，但是买广告跟做民调无关系。那安尼呢，社会人一般人听到。是袂当认同啊，吼，嘛袂当接受。那么未来事件交易所，即个落去到底呢？你煞变作第五名，拄我敢若赢本党的前主席，啊，恁两个阁是亲情哦，所以呢，会使讲是啊，你毋是亲情，毋是啊，那是。你阿毋是亲情，啊，你毋是林荫长人讲啊做客伯，安尼你毋是亲情，你把紧哦。大家拢知个代志啊！你好人，我嘛尊重你个好人。一个人，人讲圆中圆体三溪水，圆患圆福小人心。尤其你身为圆遐市个市长，一个政治明星，真济人寄托你。如果你若是安尼呢，真济人会失望。我就还没开始问的，你秘书长，来来来，你来这站好了。现在是怎样？整个行政资源都在你的手，你跟你说两句啊，这么礼貌呢？议会在这阵，不然你也听看看呢。今天要跟你碰球也没得空呢，首先我台南市民来看一支影片，来拜托一下，现场没声音嘛，然后牺牲人民的健康作为交换的条件。后来这个影片搁再个重新登榜。如果说为了当总统，然后牺牲人民的健康作为交换的条件，那我想那。十位台南市议员亲自站上火线，对瘦肉精培林说不。民进党执政的云嘉南、高屏五个县市首长也发出联合声明，呼吁禁用瘦肉精，拒吃毒猪牛。那如果说为了当总统，然后牺牲人民的健康作为交换的条件。那我想，那干脆不要当也罢了。如果说为了当总统，然后牺牲人民的健康作为交换的条件，那我想，那干脆不要当也罢了。如果说为了当总统，然后牺牲人民的健康作为交换的条件，那我想，那干脆不要当也罢了。十位台南市议员亲自站上火线，对瘦肉精培林说不。民进党执政的云嘉南、高屏五个县市首长也发出联合声明，呼吁禁用瘦肉精，拒吃毒猪牛。那如果说为了当总统，
然后牺牲人民的健康作为交换的条件，那我想那干脆不要当也罢了。如果说为了当总统，然后牺牲人民的健康作为交换的条件，那我想那干脆不要当也罢了。如果说为了当总统，然后牺牲人民的健康作为交换的条件，那我想那干脆不要当也罢了。大家拢知影，卫东一个急症，马上要开放吃消炎药的美国猪肉进口。那么，伫蔡英文总统去到美国拜访的时阵，早就已经做出这个承诺。你讲的，四年前，你甲马英九总统讲，较会使用台湾人的健康去交换什么款条件？如果那是安尼，无法度承受这个压力，这个总统是做了无什么价值的。然后伫这个影片你讲，你想那是安尼，伊卖做哑巴啦。今仔会当甲这个话，蔡英文总统、赖清德市长，伊的宣誓就是：如果为着做总统，和美国人交换条件，牺牲台湾人的健康，甲食消药啊、莱克多巴胺、三马精这款的美国猪肉进口，那安尼你总统卖做哑巴啦。这是我伫这个议事厅，今仔南北二路全台湾有真侪乡亲。目前在我的网络顶头已经有3400几个人啊，伫咧收看这个直播，不只是台南市民，所以要互因真清楚，这是你赖市长的主张。我想我对你非常有信心，你是袂改变你的立场的啦。哦，那个蒋委员，那么没有配套就没有开放。我已经听你解释，这个就是我一贯的立场。什么叫做配套？你的配套就是 PPP 十个 PPP 以下，因为他对市民的对民众的健康跟农民的影响，也未沟通，也未跟市民报告。还没有配套之前，我们是反对开放的。政府阿个特地检讨吗？我也希望你们，起码是给你提醒你啊。我也希望你们原来支持就要继续支持，已经到民进党的中枢，不要过去支持，现在改为反对。台湾人的心声。我们的态度没有改变，我希望你们态度也不要改变。什么态度？本来就不改变。开放。本来就不改变。国民党以前就战争开放。什么开放？我跟你讲，足清楚的。国民党低谷分离，然后摆渡内中，强制标示，真清楚。台湾人一年吃猪肉，拢重35公斤，平均一年吃牛肉，拢重较4公斤，所以真清楚，就是九比一。咱认为猪肉就是咱台湾人的主要的粮食，主要的饮食文化。尤其做外来的人，食北来更加多。北来的残留量就是一般猪肉10倍至15倍，这你拢比上较清楚。如果你今仔敢翻嚣，我甲你讲，偌清德三字，我会甲你倒冰下。但是我看目前，吼，你爱坚持落去。我甲你讲咧，这是好代志。不，我们态度本来就没有改变。家在米盐贵，当你执政的时阵，四年前面什么嘴，什么面，但今仔日真侪人加嘴变阿嘴，不要紧，吼、哦，我甲台湾人有这个北长，原谅你，给你一摆的机会。但是你要想好清楚，兵来兵去，兵千万，哼，台湾人会看你无气啦。您已经病，唔免病啦，病啥？您已经病啊！您原来战争病反对，啊！你这唔惊台湾人死？啊！我病来，唔惊你政府倒啦！态度拢无改变，病啥啊？态度拢无改变，你无改变。较可笑是，您已经改变。啊！你变得真济啦！较可笑是，您已经改变。唔是你嘴咧讲的啦，人民咧甲你看啦。过来，无改变，要你嘴脱了。我甲放一支迄个 WHA 影片，互伊偏胖一下。感觉很好啊，感觉很爽。2009年，这是我国第一次以观察员的身份进入 WHA， 当时的署长是叶金川。仔细看他桌上的牌子，没错 ，Chinese Taipei， 同样一张牌子，时空错置，来到国民党执政时期，当时代表的可是卖台。叶金川当时还被呛哭了。啊，你无到爱台湾，什么人都爱台湾呐、啊？哭也没用，用了 Chinese Taipei 就是卖台。学生唱完回到台北，立委还要呛。这种言行比过去杀祖纲辱骂台湾人民谁理你啊更加的恶劣。这种言行比过去杀祖纲
辱骂台湾人民，谁理你啊？更加的恶劣。再来听听当时的党主席蔡英文怎么说他的。那这一次的我们的卫生署长去，他不是一个政府的代表，我们可以看他的名牌上面的这个处理哈。在大家的努力之下，不仅顺利成行，称谓上也没有被矮化，也没有被矮化，也没有被矮化。叶金川卖台，但是林奏炎却没有。有趣的是，虽然叶金川的名牌写的是 Chinese Taipei， 但是他的讲稿中却多次提到台湾。林奏炎的讲稿完全不敢提台湾。安尼阁无喙谈，我着真惊讲恁执政了后去搬石头、蹬脚搬。所以是甲你提醒一下，今仔毋是要甲你督操呢？因为未来恁还有四冬啊。如果这四冬把台湾还给破功打倒，安尼对台湾人是不幸啊。所以，当你执政了后，你来看你当机时安那笑着，好安那骗笑，真好啊！请你是台北出卖台湾，恁的请你是台北够爱台湾。阮所有派去，胡文达也好，叶金川也好，所有的卫生部长去到 WHA 大会。演讲也好，用国语、用荷兰话，不断表达台湾的主体意识。恁啊，台湾参一句话都唔敢讲，啊去到国际所变牛仔囝，啊你搁讲阮出卖台湾，啊恁拢作爱台湾，像恁这款心态，我是甲你讲，爱调整，唔通看到阿强个就大细声啦，啊看到日本啊就变伊个客囝啦，这款的行为。台湾人吞不下，吼！尤其你身为台南市的市长，我跟你拗，你嘛唔当颠倒病，我较会颠倒病，我真清楚啊，我较会颠倒病。给你机会啦，来，给你讲看卖啊啦，你足爱讲的款呢。当然啦，吼！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伊的名叫中华民国，用中华台北，当然这是对台湾的矮化，当然是矮化，但无同款的是啥？马英九主动要求。叶金川认为很爽，但是好啊，蔡英文是突破一中框架。你說台湾人听得啦吼，啊，我来讲啊，林奏炎是高赛德的价值啦。我讲，你有口的言语，不准你伫这个艺术厅发言啦。他拄啊讲叶金川干嘛讲金宋啊？伊金宋就是讲中华台北很爽啊。台湾人会当来重新参加。世界 WHA 大会当然真爽，这是你讲的啊。Chinese Taipei 吼，这就是咱中华民国现主席参加所有世界组织所用的名称，阮当然勇敢讲出来，阮勇敢面对。结果恁呢，你一个小鬼仔壳，做细伊仔囝无胆劲哈，用这个名，你反在用，啊，你暗爽在心内，台湾人你做孤仔囝，一句都唔敢讲。啊！你竟然敢当这欺欺主的啊！啊！你说犯人倒凹车的款呢？接受一中框架的是马英九，心态有问题啊！尤其接受一中框架的是马英九，说很爽的是叶金川。那个市长，你请尊重咨询的议员，会当和你凹板，你唔通用这套当我先固定。我讲的是事实，你讲啥？我讲事实。独家古木花椒咧，甲你质询，是人咧甲你问。讲清朝的历史，教科书安尼写，你好你大胆，你傲慢又够贴，哈、啊！你甲讲用清代不移，爱用清令，哈、啊！啊，你即马啥呐？背做背这款呢？嘛袂要紧呢，吼！啥物做？迄个清代不移，吼！啊，若日古时代也不移，得爱用日治时代。啊，你互日本人做客囝是拄啊好，袂要紧。就等下我一条一条的甲你检验。日本人是朋友啦。哦朋友，又是你在讲的啦！啊、你不要看到中国就，出名就是朋友啦！啊，看到安那，你不要看到中国整个就改变了，你们自己要去检讨这个东西了。在中国，公开林代，政协的副主席面头前，号称辛亥革命百年最后一个美丽，结果建立中华民国，公开的演讲，假谅解。无像恁，得当先知。我甲你讲啊，若要讲欺骗，你唔免含我论啦。什么人倒只好朋友，倒一个唔知影。你了上无胆的，上傲慢的，上骄傲的啦，死唔认错啦。迄马进，迄是你的输得，但是蛮袂记的。你捌听过“何德载物”吗？
什么叫厚德载物，真清楚。爱讲呢，德不配位，即是灾殃的开始。林德饮水，卖个改啊啦，失能的真正是吼，这不是你的专长啦。我袂使啦，张议员，你讲啊啦，卖个加上。我讲这个不是你的专长啦、啊，不是我的专长。哎、欸，还无即马是安那？因为你去讲这款吼、啊、文章讲道，这不是你的专长。这不是我，这何乐为？这代地，这叫知识加常识啦。啊，你就是德不配位啦。啊，你还听无呢？我、啊、这都和市民去评断嘛。市民要评算啥？我市民袂使跟你讲两句安尼啦。我当然使啊，因为你议员嘛，你议员上大、啊。议员，都大家和你气甲死钉钉啊！你议员啊！大也无像你嘞啦，你是大甲内裤穿袂落啊，你唔知你啦，啥物人较大？你目中无人啊，啥人较大啦？我不会像你这样对人家讲话。讲你德不配位是真简单啦，哦，主力啊，做台南市的市长。是。陈水扁又讲过，民调满意度伫台北市八成的满意度，结果伊重新参选的时阵，竟然输予马英九。伊讲过一句话：伟大的城市，就是爱有这个无情的市民啊！丘吉尔的话，陈水扁总统的名句。这丘吉尔讲。结果，哦，当然啦、啊，伊咧选举伊安尼讲的啦。嗯。但这句话是。结局啦。这句话是引申丘吉尔的讲话。结局啦，你唔听我讲。好，来，你请指教嘿。台南市有一个多情的市民。所以最后是一个悲情的城市。你伫去年3月30日召集100日的记者会，你讲安怎？过去的4年，我拢在做规划；未来的4年，我要提出45项的建设。看我自觉啊，实在讲啊，市民都疼惜你。有请问有倒一个城市，全世界有倒一个城市？会当予一个市长过去的4年拢在做规划、啊，然后提出未来的4年，吼、哦，啊，卡要来做45项的建设。过去4年是拍基础，你甲我讲4年咧拍基础，未来要大进步，包括看到未来，包括我甲你讲啦，包括交通，啥物叫看到未来？包括污水下水道，我就爱讲过啊。第一年，饮得饮水死两个；第二年，半门火烧43个。第3、4年，天高日死112个；第6年，地动死117个。你做着表演的动作，作秀一流，然后地动淡薄惊呆，1、2、3你无代志，第4你穿一双鞋啊，佮兼开嘴，佮甲记者讲：啊，恁唔通翕无？恁唔通翕无？嘿，啊，记者真厉害。欸、叫咱唔通翕，就是讲叫咱爱甲翕了。真正电视怎啊做出来？这就是偌清德。安尼短短，互你做这4年，开始死这200-300个人，成就着你的民调。即马市民渐渐清楚，我若无讲个清楚，真侪市民甲我讲，郑议员，啊，你讲这我拢唔知呢。我讲今仔日，我即阵的时间恁转来看，一条一条我来讲互恁知。最近。接2-3，啊，讲你德不配位是拄啊好尔啦。1-2，再2-3，若毋是火烧烧死人，无着迄落烧火炭兼自杀。啊，即马台南市是安那，看到未来，即马就是群众市民无未来，所以今仔日较会大家1-2，再2-3，拢来火烧，然后烧火炭自杀。你敢知影？你有苦民所苦吗？啊，你有苦民所苦吗？啥物叫白母官？过来，你一直捧场日本人，啊！你去日本，3顿2晚就去日本，抢资料即块落果石，咱的渔民去予日本人傲慢掠去，规身躯烫光光，亲像咧遛狗安尼甲牵去放尿，然后放伊转来，就要交160万。所有的县市长，即一级的县辖市的市长，包括当局，大家都发声声援。独独你无，因为你跟日本人交情袂好。啊，我想讲你跟日本人，遮济东来，
拢有咧交流，无你嘛替这渔民讲两句啊话，唔是？哇、哦，恁若讲到中国的红声咧，啊，讲到日本啊，煞遮客气啊，讲到看到日本啊，就读古啊，安尼在甲你质询，日本咧办啥物活动？哇、哦，你安尼眉开眼笑，笑眯眯。哈、啊，若讲到中国，安尼欢迷罗眼。你就是这款的形体。无，你讲这个不是事实。别尊重你了，你讲这不是事实。市民拢有咧听咧，不是事实。该税款不是伫你啦，你也使去发表你的记者会、新闻稿，做你一条一条甲我反驳啦。那么，日本人来台湾，拢总多杀台湾人六七十万，你无讲半句话，这历史你拢故意甲忽略，然后。什么在二二八发生偌济？哈、啊，国民党白色恐怖死偌济？我简单念两句给你听下吼。请指教来。日本人啊吼，对三条岭起来要收复台湾，要开始占领。短啦，当机时的调查啦吼，老兵团的手要交予日本人，台湾的人口320万，无包括华人台东啦，有320万人。日本人伫1895年。开始起来了后，征收短短两年，到1897年，台湾的人口啊，拢总剩257万，哦，267万人。安尼短短这几年来呢，对320万降落来257万，消失63万人。那么伫这三年外，人的自然生育，生的囡仔阁无算带来啊，都挂迄生的囡仔。先说总灭就对了吼，安尼人数将近70万人，70万人，唔捌看到你是这六党的市长内底提起日本人对这多少，你一味阿罗日本人八点五一直只起水库，我跟你讲，起水库是要北上阮岛的罗岗啦，阮伫新市的产园全部种白米，袂当食白米啦，吼，啊，起水库白米爱有红军食啦，台湾人爱有日本人傲慢。然后呢，在短短几年的中间，前后二十年，在桃园三角鹰啊，大烧杀，拢总烧20几公里，5000几间的房屋，死22260人。嘉义大埔拿这个大屠杀，拢总死4500人。云林大屠杀。拢总死30000多人，小人大屠杀就是咱嘉义地只，拢总死27000人，然后阿公店的大屠杀，拢总11000人，台南西来庵事件也就是大八年事件，拢总死18000人，大平顶事件拢总台死30000人，然后后壁拿惨案屠杀3473人。你先啉，哎！大平顶屠杀，拢总死30000人。然后呢，在这个过程，家人的大屠杀，包括咸水、东门事件等等，我唔捌看你伫六党内底，甲日本人糟蹋台湾人，即个历史提出来，予台南人理解一下。你是做啥物市长，我嘛唔知影。吼、哦，身为台南市的市长。你刻意保存日本人所留落来物件，一味膨胀日本人、俄罗日本人，然后糟蹋台湾人。中国过去，阮的祖先拢对中国来的。那么，阮一概主张，阮即马叫做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。然后，你为着要台湾独立，台湾独立是你的主张，那是你个人的代志，唔是台南市长的代志。我请问你。你敢知影？对今年一正月开始，中国大陆真济旅客刻意来到嘉义过高雄、台南市唔例外。你敢知影？这个信息你敢有了解？无这款的消息啦，无这款的消息。观光局长、吼、哦、市长无这款的消息。你敢知影？即马台南市的观光业者？爱哄骗呀！你讲大陆的人客无影响台南市的生存吗？那是骗人，因为业者唔敢甲你定情，等下你听到中国就掠讲，
所以业者来找我们订正，厨房率下降，游览车无人坐，餐厅无人来，生意较稀微。当然要有挽救的机会，因为你主张台湾独立，我尊重你，任何人拢会使安尼主张，但这个独立的意涵，你会使去解说。但是我身为台南市的市议员，我要甲你苛刻，你袂使用市长的身份，甲你个人的身份你也分落开。我请问你主张台独，是用你赖清德个人的身份主张台独，或者是用台南市长的身份主张台独？这有法通切割吗？会使。今仔日你会问我这个问题嘛，是因为我是市长嘛？所以我问你市长，你会使讲你无？我二十几年前，一生无做来从事政治，本来就是主张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。国台安尼，立委安尼，我做市长嘛安尼，袂因为讲我的身份是安怎，我就来改变。另外吼，千万唔通帮中国讲话啊！啥物人帮中国讲话？是安怎关公去？帮中国讲话啦！你再讲一遍，你唔能甲中国帮中国讲话啦。因为吼，你是讲咧关公客的理论吼，你真正可恶咧！你是讲咧关公客理论对台湾不利啦。那我那讲，我甲你讲啊，赖清德，迄你屡次当家咧扭曲议员，甲人洗面啊，帮中国讲话，啊，这点无啊，互你滴落下碗呢？啊，你心肝有够歹啊！人讲最毒妇人心，好啊，你比邪邪之心较毒。你真正阴干到啊呢？帮中国讲话，这句话吞对，吞对哦。无你有代志，我无骗你。啊、你再讲一遍啊！我甲你讲，帮中国讲话这句话。安尼，我甲话讲个较完整诶。你先阿讲了，你讲我帮中国讲话这句话，你甲吞对。我话吞对，甲来解说。我话较讲较完整。你先讲这句话。他对我讲议员的质询的内容，予我感受。伊哪参像你参中国讲话，但是你休任，你无做这代志。我讲较完整安尼。你有身份地位，你当作这媒体，你有解说权。啊，你一句话欠落，啊，啊，若唔知影，戆戆对你去陪忙，像你这款的做市长，哎、欸，搁不然就有人戆戆对你去陪忙啊，啊，叫我来。看我我，伊是蒋议员，要选新北市的市长，刷落去，哈、啊，食正个卵，你抢啥啊？搁咧烦恼事，啥物空头，啥物职位你都拢袂。我甲你讲啊，蔡英文头壳啊，搁真清楚的啦，伊也知影你是啥物款的物件啦，伊也知影你啥物款的心思啦。你要去新北市选是你的代志，啊，我也甲你鼓励，啊，你带一群人，六七百个台南乡亲，啊，是安那，对伊等于陪坐。啊！啊！即嘛是安那？要光耀门面，要光复新北市，要光复你的故乡万里。人是安尼啦，安以为啦，蛮袂记哩。你还阁是台南市的市长，像你这款的行为，就是我会当公开代表市民，甲你问是拄我好尔啦。啊！你对一个爱买，对两个爱买，对一个讲白，对迄个讲唔，对迄个讲地主，你死搞就知。哇！你搁爱练戆话呢哈？啊！你都要讲练呐！啊！但只我讲两句啊，你是安那？得变面哦。我无变面啊，变面是你啊。嗯，我系变面。因为即摆我是出事吼，你看卖，你有变面无？主少年，我着正气凛然呐，讲话像关公安尼啦。这毋是变面啦！啊，关公变面食酒嘛看袂出来，文主公啉烧酒，你知无啦？啊，咧变面啊！家己俄罗家己无路用啦，都互社会来评论啦。我咧俄罗你咧，我是咧俄罗你啊。哇，你讲你，我俄罗你做到哦。啊，台南市做一半，就会当走跳，啊去台北市、新北市布局，佮甲乡亲带去啊，啊，时到佮会当组后援会，啊啦。无啦，我纯粹是要互迄天的节目较完整安尼尔，并无恁咧摆的，并无任何政治的思考。这叫做内行啦。啊，请蒋议员会当了解。内行的看布底啦，外行的就对人买啦。啊，遐外行的就对你去买啦。人内行的就看布底，这媒体拢内行的啦。啊，啊要选嘛，无要紧的，较勇敢的啦。我都甲你讲啊，这就是你的歹啦，你犯嫌的所在啦，无够勇敢。哦，
软弱啦。这个代志，今仔拄我陈美玲走，我甲伊讲，这个团队连个里里落落。过去你拄我交互一个熊啊美玲，白啊美玲，啊，即马一个走，你怎啊六神无主了？念伊要去新北市，念伊要去行政院，啊，佫煞都毋知。这拢是你讲的，我咧讲的，因为记者讲，我听嘛，记者叫我甲你问一下，我确实是毋是安尼？无啦，我讲过嘛，我现主席最主要是你重建的工课，啊，甲登革热防治工作，未来较远的代志，我甲你讲啦，重建，讲到重建，人卡硬气，捐四十几亿，捐四十几亿。你即马即个重建办法开开也无超过12亿，超过啦、哦！啊，超过偌济？因为吼、哦，要包括迄个土壤异化嘛。土壤异化，土壤异化，以台南市的规模来开，爱差不多2000亿啦。你千万唔能投我遮个钱，去变地动啦！提起阿两壳石头，我甲你讲，哈、啊，大沙填海，了戆工啦！这四十几亿个，你总开落啊，一点啊建效都无。我严重直接甲你警告。你若是把这摆控二控六的善款提起做土壤液化的改良者，你就无够资格做台南市的市长。我无骗你，真济专家学者也拢即马面对这个问题，大家也提出真坚强的数据。中央若准备来解决一个台南市的土壤液化就对啦，只干那经费最起码估算要400亿以上，而且唔是全面解决咯。你哪会使？把这些善心的善款要帮助这些灾民的钱，我就知道、啊、你半夜半夜出一个鬼，全裤卡拢总鬼呢啊！早就知道恁这十外亿的经费，你剩的钱竟然要用去做土壤液化的？哎呀，你就是安尼嘛，听到乌影就开枪、啊。你讲的啊？我主要是讲这边的地动造成土壤异化，厝因厝倒去啊，起起家，咱来个协助，这拢共700-800户啦。来700-800户才开，我们爱开袂少钱。偌济钱啦？偌济钱啦？加起来一定会超过12亿啦。啊对啊，12亿咧，几亿啦？啊，台南市民讲几亿才艰苦？哈？不，将近要到20亿嘛？要到20亿，啊，人捐40几亿。啊，你这个是第一阶段嘛？后续我们还可以再做。好啦，后续啦，后续什么？后续什么？我们后续还可以再。在协助，我们还可以再协助。台南市民弄了这，你也当协助上来讲了，讲来乒乓起来。我现在这个也是要重建小组，大概共同。无啦，会当搁啥啦？那钱也赔了啊，死也赔了啊，厝也搁顶起啊，啊20亿开了啊，来，要搁后续啊呐。我们一定会用在地震相关嘛。地震相关是啥物？受灾民众出国去日本看地震，博物馆的考察，这也是。没，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过啊。对了，谢远。无啊，就是安尼啊。我就讲你卖地动相关啊，敢是？你给我印一句地动相关啊，变了股灾人啊呢？哈，对不对啦？我问你，来台湾市民，伊讲地动相关哦，那呢出国带规定人去日本摇来摇去，去看迄、那个吼阪神大地动，啊去看迄博物馆，我们从来没有去过。迄个蒋议员，我们从来，我们从来没有去过。我们从来没有去过。我来，你讲清楚，剩你20几亿要做啥啦？这未来还佫看吼，咱受灾民众的需要。受灾民众无需要，伊就安家乐，伊钱领着，伊若要当遮起，伊搁当遮住，搁甲恁买。伊若唔当遮住，离开伤心地，钱赔伊，伊通好去买新的厝。无啦，真简单，简单的代志，啊你答袂出来。无啦，我一句话就会当解，甲你回答，就是讲咱现主席吼补助的声数，买当考虑提悬啊。好啦，你第一摆安尼讲。因为这嘛是，这嘛是一种方，好来，这嘛是一个方向嘛。提悬偌济？无啊，迄是大家去讨论的。好啦，提悬偌济啦？你即马了4300嘛？不是，因为这吼，大家拢爱去讨论。因为我讲讨论要紧啦，讨论要紧啦。你补偿的钱都无完，补偿偌济钱，我真清楚嘛。因为议员吼，啊，你议员有你要求，受灾民众有你要求，啊，所以未来我会转播来讨论。无免啦，议员免甲你要求，我要进行议会。议员质询的时候，曾经提过要求啊。四十几亿，你钱袂暗降，真侪人讲你暗降。无可能嘛！我伫 FB 顶头我讲，卖甘花无天，偌清德毋是即个人。哦，这我有甲你娱乐，咱坦白讲。多谢。但是你无暗降，毋过你不明不白，所以讲不清不楚。安尼啦吼，迄、那个啊那安尼来，你讲要啥你做，讲袂出来嘛？我讲
我做三个进一步的说明嘛。第一就是讲，这个钱吼，无可能入去任何私人的口袋啊。第二呢，我是政府的市政建设，嘛未去用这笔钱。第三呢，这笔钱呢，一定是用伫个地政相关。啊，我想这三点我讲不清楚。啊，地政相关，就安尼，佮你讲，你讲安尼，含啊好，你听无？无啦，哎，无啦，会当赔偿我市民的受灾户。我不，现主是拢有咧经营啊。对啊，因当然现阶段你都该赔赔安尼嘛。啊，人死啊，安尼，人死亡你赔几？迄毋是赔啦，因为这是补助啦。无啦，死亡你补助嘛，补助三百，一个补助三百。清德兄，你安尼赔甲离离，无啦，因为迄你拄啊惊这里赔，甲你写了，就是讲你有犯错，所以用赔。因为这啊，你讲补助啊，这用补助得好啦，这跟我无关的。市民，恁有听无？这就是讲赔予你啦，这跟我无关系啦。因为这存款，补助因的哦。这是存款嘛，嘿。因为你若赔偿，都要用政府的经费啊。啊，你真安尼就是无答案啦吼，你存这二十多亿。你完全不知道。我未来，我每用一笔钱，拢会甲社会报告。我汇二十万。感谢感谢，蒋议员。你会使还我未？因为恁无要用伫灾民的身躯顶，你还我，我阁出二十万，我这四十万直接赔偿我这死亡的来甲分配。我阁在外口阁捐二十万，安尼多我六十万。你还我二十万，我有朋友要阁来捐二十万。我搁再捐二十万、六十万，或者死亡的人，直接捐赠或者死亡的人117个，安尼会使袂？我你因为你肩负都袂当，袂当。对啊，因为恁无作为嘛，恁无，我顶头有主席嘛吼。蒋议员，安尼对市政府无公平啦、啊。指定对你无公平。对市政府无公平，遐济当年大家较无闲，大家拢要处理代志。遐无闲是。参修股都无开乎我，今仔日、哦、是我迄一日伫遮再多问，我进前啊拜托陈局长啊，甲因讲汇款单乎我，我也甲讲，我本身也搁去也甲讨，拢无。最后伫遮问社会局长，伊甲派人写写的，较提起乎我。我问起来，讲现场若去捐钱的都拢现开啊，啊，阮袂当开。恁对议员根本无尊重，迄嘛袂要紧，足简单，这二十万。我当机时有指定要有控制控制的受灾户，你会使还我未？你今仔若还我，我会当搁再捐一寡钱，我直接给这死亡的家属，安尼会使未？蒋议员，你今仔你若总讲会使未？你甲我讲，无这，因为这安尼无适当啦，无适当，什么原因呢？安那个适当？因为今仔日你若寄付是20亿，超过我所用的，你要求剩的一退还你，真的就可以。我运气吧，因为你20万嘛。基本阮所用的已经超过20万啦。哦，所以安尼好。对。你就是讲，哎、欸，即马所有的支出，食两届迄条二十万的先甲支出，安尼即马我就无法度退啊，就对了。是意思安尼嘛？所以我迄个二十万是已经支出你啊。你剩的这30几亿是我的二十万无伫剩的这30亿内底。我意思是讲，大家拢有共同贡献啦。因为无法度讲。共同贡献，我即马问你。因为你无法度通排除讲吼，即原来用的这钱。你内底拢无用的嘛？你无阿多答复我，你也认为安尼市政府执行有困难？可以，一礼拜来，我请问您，您即马小组啥物人召集您？那个吴宗荣吴局长，两个小组啦，重建小组我负责人啦，我是负责监督小组是吴宗荣副市长。你爱装个伊无来，吼、哦，恁两礼拜来。提出一份对议会报告，就是剩的钱，哦，你都有澄清啊，你唔是要用伫土壤液化，哦，这大家拢有听呀，哦，你是讲地动造成土壤液化，然后受灾的民众，受灾的民众，民众你无要用伫土壤液化，吼、哦，没有广泛的要去处理这些事情，完全好，受灾的人，你剩的这20桶药要如何处理？哦，两礼拜来。会当再多，不管你提高补助也好，提高补偿也好，那么伊要离开的，你甲买也好，买起来就变市政府的资产。两礼拜来再多向本会提出最新的报告，安尼会使袂？我们会尽速啦，不啦，两礼拜来恁今年安尼啦。我们恐怕没有办法。一个月来，
我们会跟你讲方向，但是没有办法。不要紧，一个月来恁提出，因为村的钱真多嘛。对了，社会大家拢，我是咧带你背后清啦。是，钱真感谢，财多身体弱啦。钱不是好命啦，善款十方善款用在十方啦，对不对？当然是安尼。啊，所以你存遐钱要创啊？一个月后我们会跟、哦、一个月的时间，是，请您来到本会做报告。我这个我可能我没有那个权力答应了，我只会把我们的方向送过来。来，那个主席，拜托一下，请你做一下挂机。因为专案报告，因为这是专台湾区。专案报告是大会，你们议会大会的权利。专案报告，我今仔跟你讲啊，就是讲恁对后边情况，因过去恁拢无安尼处理，啊，大家社会也无法度理解。不，我们有在议会报告过啊，我们有专案报告过。你的报告就是14亿至17亿嘛，不，所以阿伯剩的这20几亿，咱即马就是讲，你一个月内，恁的小组开会重新，不管是要提高补助金额也好，不管是要安慰灌输也好，不管有任何针对受灾户的作为，因为有剩20多亿，恁希望接受议会建议，重新审视这补助事项，然后一个月内向议会提出报告，主席。好，谢谢那个谢议员哈。市长，我想这个0206的所有善款的流向跟运用，是全体台南市民大家所关心的。那谢议员的要求也有一个月的时间，我想市政府已经有组了这个审议委员会，还有重建委员会。那我想这个要求应该是对于市政府来讲不是很困难的，所以请市政府在一个月内将这个0206的所有善款的规划使用报那个到台南市议会来做专案的报告。我们会，我的权力只能够答应提书面报告，除非。市长，你可以决定的，怎么你的权利呢？除非议会哈，你有这个责任告诉台南市民啦、啊。我有责任，但是我说你要叫我来做专案报告，要议会邀请，我没有办法就个别议员，我因为50几个议员呢、啊。报告啦，哦，你向议会报告就好啦，向议会。不是请你本人呐、啊，所以这个议会有专责人员呐、啊，有真多的方式啦，你免当家浪费我的时间啦、啊，哦。主席的决议啊，已经真清楚啊啦。这个有议事规则吗？你也使卖做，也使卖报告。台南市民咧等安尼利益嘛，迄无重要。我如果、哦、你也使无做啦。如果议会通过公文给我们，市长请市政府来报告，并不是请赖清德市长来报告，所以你不要急着啊、来帮我水那个办会参考者。媒体报道。今年的房屋税，那交一万，一你的厝那是民国90年以后才落成的，厝的使用执照。今年你那交一万的房屋税，明年变2万2。今年你那交2万，明年变4万4。今年你那交2万5，明年变5万5。这个案。大概在恁内部啊，已经形成啊，真侪乡亲敲电话敲个好，迄查人敲电话来服务处，拜托讲甲会好。我讲啊是安那，记者数字华听，我想伊有看到媒体报道，山东的险马所甲你当作北京的珍珠客，硬抢了。啊，这是要安那？去120%，不但在咧抢，拖吊车也抢，停摩托车也抢。你即马是安那？按算唔算啊？对啦，票骗过手啊！啊，即马台南人固在你要进要住，有需要澄清无？假使唔是1.2倍，那么你手内有几个案？是唔是伫遮清清楚楚？甲台南市民讲，我打立了尔呢，我房关税打立了呢，我立几啊万呢，佮想到明年还佮几啊万加几啊万，脚尾拢冷去。说明一下，这个哈、哦、一来是因为财政部啊、哦，过去张部长啊，他们认为是说地方的房价
估算很多年没有调整，所以他要求各地方政府都要本于权责去做这个事情。因此呢，我们市政府的确有在规划，那目前呢还没有跟我报告最后的情况，还没有决定。如果一旦决定呢，我们会跟议会来说。白富啊啦，哎，市长，是，将心比心啊，你有几间厝？我伫阮兜大迄间啊，一间啊。电信局迄间。系啊。安平迄间唔是？迄间唔是我的。哎，恁大姐的？阮大姐。恁大姐的？系阮表姐的。你出钱的？唔是，阮表姐的。啊，南区迄间咧？我无安南区啊，我嘛无亲戚伫安南区厝。啊，你其他的厝拢囥伫上个名下？啊，阮兜个一间就是旧厝啊，伫新北市遐尔。哈、哦，也有无啦？没有啦。而且那有吼，调查局送我一本册啦吼。那有吼，这个人咧讲话，那是正手柄顶头的目睭咧看，就是表示伊讲白贼啦。我拄仔甲伊对啊，实在是歹势甲你讲这啦吼。来，我讲也会付。你讲单人上来就袂付啊？坦白讲，起价、税收拢会使，因为你那是调整安尼。财政部有一个案，相对的补助台南市，对不对？会予台南市相对的优惠。当其时，中部长是有安尼讲，这是伊国民党执政的时阵的主张。所以希望各县市，台中也调了啊，哦，希望各县市会当来调整，那么健全财政。事实台南市财政困难，但是你今仔人硬拗了，我甲你讲。烧火炭自杀会更加多，我无骗你。而且你爱公开承诺，哦，确实，照恁即马即个案是调整120%啊，一万变两万二，本息绝对袂当同意。即个案你爱护决，哦，你爱护决，你一定爱护决，你会当护决未？那120%你会当护决未？我即个都唔知影情形。无啦，我都甲你讲，因为案就是出来。哎呦，我嘛唔知你这资料对来。媒体看到，我拄啊也问财政局长啦，坦白甲你讲，就等你签名嘛，有几个案嘛，别项我唔免讲啊。我希望超过100%的起价，你爱护决，你做会到未？我你即摆你甲我建议嘛？对，超过100%的起价，起100%哦，一万变两万。以上的你爱护决，你做会到的。我爱了解情形嘛。你做会到的啦，100%呢，起100%呢。我有一定的原则嘛。如果今天议员的建议，我有听到嘛。不要紧啦，我无法当直接甲你讲。先生，我建议的吼，你是马逆东风啦，我也真清楚啦，啊，免受气啦。啊，得爱人当只甲你抱，啊，你较会欢喜。啊，若讲两句我正经话，你就受气，巴掌较大咧啦，啊。在上多利可提准啦，啊，人安尼啦，哇，接受忠言逆耳啊，履行啊，良药可靠离病啦。甲你讲诶，是爱你好啦。你尻川搬搬要去新北市，阮台南市民咧受苦，这第一个建议啦，100%以上你毋茫甲我签落。第二，假使起价若超过50%，就是超过50%以上，比如讲60%。今年交一万，明年要交16000以上的。我希望你会当在这个6000块以上的起价，会当甲分作3年至5年渐进式的，送来议会，让议会审查，袂使一次通过。如果你一摆甲起60%、70%、80%，我甲你讲，市民有缘站袂住，但民进党执政。我形容大家落地也变甜起来，绝对唔是安尼。咱需要共同去拍拼一段时间，所以今年交了，明年你若是要用这个方式来起价了，我跟你讲，注意你的民调，我给你提醒一下，你上注意的民调，我的街头巷尾四界来给你捧场，庙口给你捧场，我已经给你提醒过啊。我相信分作3年渐进式的20%、20%、20%安尼来起。市民还可以当勉强喘一个气，可以缓冲一下。如果惨安尼，你都袂当答应，我就甲你看出出的，啊，免生气。要答应唔答应，你也使答应。无啦，我无你生气啦。哦，陈议员，其实甲我捧场，你也毋是毋捌过啊。哦，
庙口四街。哦，所以你甲我捧场，其实嘛毋是讲毋捌过啦，哦。我讲安啦，我甲讲安啦，我没有回答啦，我在笑啦。哎呀，这吼这私人的关系，唔免得机会咧讲啦，啊。你做议员，我市长嘛，我来到议会接受恁的质询，都是安尼嘛。好，那今天非常谢谢那个谢荣杰议员的质询哈，那也非常谢谢赖市长啊、李秘书长跟各局处首长主管的列席，新闻媒体的采访，本会同仁的出席。那也请市政府在一个月内将0206善款应用相关的计划跟那个流向呢智慧报告。那我们今天早上的议程就到此结束。